刹那双塔在这里矗立了几百年也不曾改变，我对你也是如此。把手给我一下，这是我送给你的安阳花。所在的地方就是赫赫有名的凤羽岛。据说古代的人发现岛的形状像是从凤凰身上落下的羽毛，所以才取了这个名字。来，瞧这边，那座在岛心中央的建筑叫做望海阁。是古代贵族夏天用来避暑的地方，截止到今天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但望海阁现在被改建成了展厅，专门用于展出在凤羽岛上发现的文物。两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。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活动？有啊，望海阁前面还有一个凤羽花园，里面有很多奇花异草，形状各异的假山石，很值得一看。我记得这几天还是凤羽花园一年一度的赏花宴，应该也会有很多小活动。两位可以去参加看看。哦，对了对了，在凤羽岛边上还停靠了几艘游船，两位如果想登船游湖，去看看海鸟鸣飞的景象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们可以在逛凤羽岛的时候再想想。
虽说是凤羽岛的游船项目，却没想到它会开这么远。但也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能看到凤羽岛的全貌吧。那你觉得从远处看，凤羽岛的风景如何？我，啊，我和你想的差不多，只是有一处不同。我在想什么时候能和你一起生活在这样无忧无虑的地方，那里没有压力也没有烦恼，只有我和你。温泉的水温有点高，你小心不要被烫到了。